妈，你咋来了？妈的，我头房住不成了，妈想带你这来住上几天，你看行不行了？妈，走，赶快走，这都是你的位。住啥事？这位就能住？妈，我跟儿都走活着了，你住着谁操心呢？你俩走你俩的活，妈都不能尽管自己。妈，走，赶快走，坐这位。妈，你个人住到位，我妈放心。是这，你先带老孙伢去住几天，我再不走活了，把你接来带着这住，给你啥都拾掇好好的。那行，那我先带老孙伢去看看。那你慢走啊。妈，那你慢走。送我的是你，我第一次有成绩。老三在位吗？妈，你咋来了？妈，那个老房住不成了，妈想在你这住上两天，行不行？这咋能行嘛？再说了，前两天俺妈俺爸也过来在这住，俺这一家老小在这住不下，你凭着俺哥去看哈。你看你哥你嫂子人家都加班呢，照顾不了我。照顾不了你管俺啥事，刚一点忙都帮不上，光知道拖累我。洗洗拿去洗衣老大洗少干嘛来。老李真是可怜。不少安慰了。我第一次懂事是夸奖的是你，我第一次睁开眼睛看见的是你，我第一次哭泣。妈，这咋来的？咋不进位？咋个坐下？妹子，妈的一阵只能喝两天。妈，你别学撒谎。女子安慰是你的慰，走，赶快走，走走，在那边走，走快走。最开心的是你。妈，那你来是来，你啥背着行李走啥？妈，那个老房住不成了，妈就想带你俩兄弟我住几天，人家都说不方便，妈就想带你我住几天，妈害怕你不要吗？妈，这就是你的位，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，来东西我给你拿上，走。妈心里难受。妈，你不难受，你还用我呢。两个你兄弟都不要我。俺是养房老人，我心难受的。你走，给咱位置。你同意还知不道呀？你是同意不同意呢？妈，咋可能呢？我给女子学好了，结婚我孝顺你，你这是你位，你要自作就自作就。走走，咱回房。妈，你先坐，我给你倒水一杯。妹子，妈那两间房拆迁了，妈有钱。我这钱一下给你。你俩是？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妈，这钱你也不能要，你拿着。不是妈，你还早当我的侄，你都光享福，钱你拿着，我不要。你把这户口拿上，妹子，你把这钱拿上。只有你跟女婿，你俩个都是妈的夫妻。我的妈，次的道士，搀扶的是你。